你繼續講到咧，熟靈恩賜嘅最後嘅部分咧，就係、是、多等候神啊，更多去操練等候神，話咧係想建立呢個你恩賜領受知識言語嘅，更多都淨喺神面前咧等候神帶俾我哋嘅信息，即係譬如話。等候神的时候是一静一安静的爱住耶稣。二呢是听诗歌啦可以呢是思想一些经文啦的方式是自己比较被动的即不是主动去想不同的东西那也都留意圣灵的带领。圣灵带领我哋去，圣灵带领我哋去，即系带领我哋，咁我哋就信灵嘅带领，听从圣灵嘅带领嘅时候咧，就会咧，即系留意有啲咩意念出现，留意有啲咩意念系唔系取发自我哋内心嘅，系我意思唔系发自我哋嘅思想嘅，唔系我哋谂出嚟嘅。神加给我们的都是、上一次有讲到呢就是说有你会留意到一些意念在、心那里出现呢那我们就留意一下、这个心那里出现的意念即是不是在个头脑那里出现的这个心那里出现的留意这些意念而心中有出现的意念不是我自己想出来的这个呢就可以是神给我们的耶稣是不是合乎圣经不是在我们当时是不是帮助我们的留意一些意念既然不是我们想出来的而呢是出自神但我们都要验证的操练这些言语很重要就是验证让我们遇到一些意念譬如有些人呢他领受不同的东西那我们需要验证就是留意一下是不是应用到在人身上也都可以问他的。刚刚所讲的东西对于你来讲有没有帮助呢都我们都可以了解的。那么就可以呢多从别人的回应啦。这件事是需要操练的也都可以失去的。有些人呢以前曾经有很多知识言语的恩赐的运作但后来因为少亲近神呢而变弱的。所以我们不要只说、必然一定是永远在这里的而是我们建立同神的关系那个灵恩赐有时领受得不准确。我见过有人是非常之准确但是同神的关系不好或者处理生活不好就有时收到一些出自神的信息。这个真是必发生的。亦都保持心灵平稳安静即是个心呢时时都平稳安静。不受任何的影响。当人呢心灵受影响的时候呢就很难安静领的。任何时间有什么发生都好都不会觉得是什么大件事。人是真的很容易受人影响的。即是我那时都会见到有些人他们讲到他们不开心啊那些人所做的事啊那他们就很受影响很不开心。因为点解佢哋嘅自尊咧，系啊，被伤害嘅时候咧，佢哋就会唔就会咧，即时失去咗神嘅平安。我哋好重要就系话，我哋知道咧，其实上嘅事、人嘅反应点样对我哋，其实呢啲唔紧要，但系对于好多人嚟讲咧，系非常紧要，因为佢哋嘅自我咧受伤害。他们因为里面没有安全感任何人冒犯他们呢他们都觉得很难顶的。只帮助我们的心里面呢平稳安静不受任何人的影响。里面呢时时都深信神的爱神的恩典神的福于是呢就别人的影响了。
帮助我哋都有呢个心，咁嘅时候咧，我哋更加容易领受呢个知识言嘅恩赐啊，更加容易咧领受得准确。亦都有啲人佢比较弱嘅，咁比较弱咧亦都唔紧要嘅，因为咧系其实有时有啲人佢好想揾别人去祈祷咧，领受一啲比较强嘅指示啊、恩赐啊。咁我就话俾佢听，其实好多我哋收嘅信息，其实圣经已经话俾我哋听嘅。有好多人佢个注目喺知识言嘅恩赐，同埋咧先知性嘅恩赐，就好想别人为佢发先知性嘅信息。咁我就话俾佢哋听，其实大部分神想同讲嘅说话已经喺圣经讲咗嘅。所以一方面我就话咧，神可以赐俾我哋呢个知识言嘅恩赐，但另一方面我都话咧就。唔好咧，好似觉得咧，一定要有呢样嘢先帮到人。有啲人咧期望别人有呢个恩赐先帮到佢。其实有好多神吩咐我哋嘅事，跟住去做，神就会祝福噶啦。我哋要特别嘅知识言语嘅恩赐去帮到我哋嘅。譬如话，好多人需要就系悔改啦，遵从神啦，亲近神啦，神就自然祝福噶啦。就唔需要知识言语话。继续祈祷吓，亲爱天父，我哋多谢你，因为你满有恩典慈爱嘅，求主帮助我哋，首先从神嘅话语得着带领，得着帮助，因为神嘅话语咧就会指示我哋当行嘅路。当我遵从神嘅话语，亲近神，遵从神，爱神，神就喜悦，神就会带领祝福我哋嘅生命。我哋需要有知识言语先帮到自己或者帮到别人嘅，而就系用圣经嘅话语去辅导人，已经可以帮助到人跟从神。但有呢个恩赐都系个好大嘅礼物。当我哋有呢个恩赐，我哋求主帮助我哋有一个平衡，就系话咧，有面都系教导人去亲近神、遵从神、信靠神嘅恩典、行神嘅路，呢条路系最好嘅。另一方面，如果我哋有呢个恩赐嘅使用嘅时候，系的而且确帮助嘅，帮助我哋有一个平衡嘅心态。谢耶稣，感谢耶稣，荣耀颂赞归俾主，哈利路亚，多谢耶稣。到奉主耶稣圣名，阿门。咁希望大家明白我啱所讲噶啦。咁如果你有问题咧，你可以喺个 WhatsApp group 嗰度发出嚟啦。即系话关于因为我见得太多人成日都期望，觉得有呢个恩赐咧就超级有帮助。即系亦都有啲人咁嘅，有啲人有呢个恩赐咧，佢就觉得哇呢、这个人好劲好劲啊！佢讲得出我嘅问题啊，咁咧佢就会好跟从呢啲人。有时即系净系佢嘅恩赐咧，有时佢嘅生命未必好嘅。即系我认识一个人咧，佢系好有好强烈嘅恩赐，但系佢生命真系好多问题。咁当佢运作嘅时候，有啲人会即时去讲出人嘅问题，咁啲人就觉得佢好劲好劲啊，咁啊就去跟从佢，但系就冇分辨佢嘅生命。咁所以我都系鼓励大家有个平衡嘅睇法，唔好觉得咧有知识言语或者先知性咧就超级劲啊。其实所有恩赐都系。在神面前都是平等的，我们不需要侧重某一方面，而同时圣经的话语都是即是圣经的话语和遵从亲近神、侍奉神，这些是每一个人都应该有的平衡。